啊，是我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你干嘛？吓我一跳。你又搞什么东东啊？你哥在村里面到处找你。哎，不会吧，被我哥发现了。你又干嘛了？哎，不说了我。花，总算找到你了。快跑。给我站住。哦，你可走远了呀，差点就被追上了。花花，家你是不是赶回来？要不今天你拿这个去我家煮了吧？一会儿他找到你家怎么办？好像是我。我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回我家。那不是自投罗网？我有办法，跟我走。好吧，可能回家了。大胖，你赶紧进屋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的。哎，锁上了，人跑哪里去了？我哥出去了。这才管用啊！大胖走，我们出去做饭，你负责帮我看我哥有没有回来。好的，求求了，给我合成一只如来佛吧！如来如来如来！哎，啊，你怎么还没煮好饭呢？你哥快要回来了吗？急什么？这不是还没回来吗？都怪你，吓得我几何出来一想就宰。你还我如来！这都什么年头了，你咋还在玩何宠啊？不懂了吧？我玩的可是2024全新的何宠西游啊！新加入鬼畜元素，何宠不再枯燥。你看看唐僧和蜘蛛精，还可以合成蜘蛛生呢。只有你想不到，就没有合不出来的。培养试试。唐僧鸭子精合成了唐老鸭，这太鬼畜了吧！我现在就去下载了吧。这都不用下载，点我左下角小程序，一秒直接开玩。我还和厂商申请了，开始手出筛选一神话宠物，直接拿来合宠，体验感拉满。哇，你哥回来了，那我们赶紧躲起来。哎，我钥匙呢？哦，进去，进去。哎，对了啊，你今天干嘛给你哥了？这轮我们满城跑。哦，我把我哥和我表妹天天的相片发朋友圈了，还配了一句很般配。这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，你也这样子说？哎呀，那本来就很般配嘛。怪不得你哥满追你满城跑了。